今天要去台中，不是台。今天要去台中。开了开。你要咖啡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。你要什么冰美式？什么冰美式？我要热的。热美式，好。好，等我一下哈。这是好大杯哦，大吧？那你的。我要先去加油。好，好了，走喽。好耶，开价。阿姨走了吗？阿姨走了。阿姨是谁？你干嘛？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江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先吃什么？好吃吗？别靠呀！我的，麻烦你们烤一下，烤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好 ，OK 喽。来，为大家开箱哈。哦，完后还有一个盖子，盖子哦，搞干。你是韩国人吗？不是，韩国人常会 orange photo， 但他的发音是 American。那而且这个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爸爸爸爸。我的眼线掉一边呢，等下再补。啊，哦，我以为眼镜。眼线。眼镜。有人先吃晚餐呐、啊！哈，你看那个坏人，人不打风，他吃饱了。啊 ，shit， 看到前面，这个很好笑，好笨哦。哈哈哈哈没有，你要把它整个打开到眼睛，好笨哦，好笨，不是我好笨。阿姨了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终于下班了，辛苦了，耶、yeah, ，好开心，前面在开心，现在不知道他上哪小，好修好了，修好了，那我坐这，什么意思？我按错了，哎，年龄是左右横向好不好？好奇怪的人。现在时间4:41，月亮不睡，你不睡。
那我被困啊，在你的。哇，这被子还有阿嬷家的感觉。去干嘛？赵刚晚安。蔡田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怎么换这个家的人最后一名起床？其他人，因为我都起床了，都起来哦。大家早安。开心农场在这里去看。这个就是桃花心情，对，这里面是桃花。我今天一定要吃到。我们要去买香菇的路上。好冷，好冷。午安。你才知道，你看，飞机昂一波吗？好丑的，你要给我放，谁敢接一波？你看，这是谁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